哎，钓到钓到！哎呦，这很大条！钓了两个石头，两个石头，两只鱼。石头是我割掉的，鱼是我钓的。弟弟用青春的霸气来吸引你。青春的霸气，魏谦哦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看这个20岁的霸气。亮哥哥，就大家一直看你。你刚刚看小远的眼神，充满爱意对吧？我想吃又有点，好不好？有点。有点纠结，毕竟他还是弟弟。来了，弟弟。要伸舌头吗？好，准备。打死他！OK。I got。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是啊。他们。是啊，是高的，是高的。想不清楚哪一天没清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日常了。每一天。那你觉得弟弟的文功好吗？有待加强，好不好？才17岁，想十七岁也可以的，十七岁这样也不要太好，好不好？哥哥慢慢调教你啊。而且是幻想，是幻想的初吻的，那你可能要撞我门牙才会像17岁。亲完满嘴的血。